天津最值得去的八大景点，你们知道哪几个？一、天津之眼，天津的地标建筑，也是亚洲唯一建在桥上的摩天轮，晚上看夜景真的梦幻。二、海河开启桥，世界上最大的逆转式开启桥，每天开启一次，放行过往船只，相当壮观。三、五大道，不去五大道就不算来过天津，五大道展示的就是天津历史，来这里可以欣赏到欧式建筑群。四、古文化街，这里是天津百年历史的名片，有天津的各种民族特色，第一次来天津很适合来这里逛逛。五、意大利风情街，独特的欧洲建筑，漂亮的女神雕塑，走在这里感受异国风情。六、西开教堂，天津最有名的教堂之一，位于滨江闹商业街的最南端，免费参观。七、瓷房子是一座用多件古董装修而成的法式洋房，非常别具特色。八、南山食品街，这边有很多天津特色，值得过来一尝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旅游景点。